我们就是要做这个辣面挑战。所以其实不吃辣的你，我是不吃辣的，他是算会吃辣的，他是学着吃辣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是要，他们两个是要好像吃完，然后不要喝水，我呢就可以喝水，因为我真的不能吃辣，不能喝水。然后我们一人吃一包，然后我们其实哦有两种了，可是我觉得两种一样辣。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是乘二的，下一次我们就要来一个乘二的 spicy。所以我们现在去煮，等一下我们就要看谁最不会吃辣。拜拜。给啦，小姐，这样。吃辣面的，秀竹，你觉得怎样？辣吗？还好，讲冰了，还好。就讲白话，现在啊，对了，放手。没有，可是给我真的很辣的，我不是座位的，舌头有点很麻，对，怎么样？好吃，好吃，不一搭配。
道。可是我看你好像没有什么反应，我看见。你整个嘴巴红了，酷了。姜辣吗？还好，但是手有点辣。是麻还是辣？其实都有吧。你看，狐狸哦，你看，狐狸啊。其实我觉得没有喝水可以更体验出来那个辣度，很爽。对，哇，流眼泪了，来，快烧开，有流眼泪。来。哇，吃完了，快要吃完了，加油加油！你看，好好吃完了，耶！变，加油啊！所以你帮我吃完了，所以你觉得好吃吗？好吃，吃完了，赞！你就耶耶！我觉得是不可以停下来。对，等一下啊！停下来它会好像好辣了，就辣。问题你一直吃的时候是没有感觉。是咯，就是。是咯是咯，我今天就那一个，我先。是啊，讲，还有一个还没吃完，我觉得他在享受，他不是在痛苦。对 ，Hello， 再给他，对，我现在吃最后一口，试试。原汁原味的那种，我只是觉得不会很辣啊，一定不会很辣的。不会很辣的。水，快点！原来还没有来。啊，我现在到吃到真正糖的辣。不可以喝水耶。我吃完了没？要一起喝，一起喝啊 ！OK。要冷。那我今天要吃哦。所以下一集呢，我们会做那个懒人火锅、麻辣火锅。我已经订了两盒，所以图片是这个。所以它是一种中国哈那种自创懒人火锅，就是你放一个开水就可以吃的那种。所以下个星期我会跟林一起开水杯哦，我们会一起吃那个麻辣火锅，看看它到底好不好吃。他们也吃起来是很辣的，四川碗也知道是很辣的。所以，哎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它那个辣是慢慢来的，不会吗？会。我先好了。对，吃完了来看一下，展示你的盘，你看。虽然我没有吃很多， yeah. 可是我吃的蛮多的呢。转上来。来，没有了。OK。耶、yeah, ！我们终于吃完了， yeah. 感觉怎样？没有，这个人吃不够。对呀、啊，我就觉得我吃不够。这个人吃不够，下次一定要来。可是真的是很辣的，真的很辣。OK 啦，你看还有比较白一点，是不是？嗯，包掉而已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先喝水，等一下。休息。哎、欸，你们这样太狠了。来 ，Cheers。耶 ，Cheers。所以我觉得如果好像你是不会吃辣的人，可是你又想吃的话，你可以先放半包，先半包真的是蛮 OK 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觉得可以试一下。而且现在他们又出了第二种 double S two 拉面，所以我们下次买回来，下次再挑战。他们说这个不是该很好吃，那个一入口就辣了，这个还可以有到后面才辣了，时间休息，对对对。所以啊，小孩子不要轻易尝试，真的是有它的辣啦，因为真的是蛮那个的。OK， 拜拜，下个星期见，拜拜。拜。